家好，我是领导。今天呢，我刚下来楼下的时候，我家的皇母娘娘今天休息，没有煮东西，可能就是要去外面吃，可能要打包还是什么东西之类的啦。可是我想想一下，哇，每次去外面吃又不好吃什么东西啊，然后想到算了，那就去打包啦。然后就看见我的皮包里面哦，搞个整数15块，一堆蹲件，24688 59，里面空啊。我之前不是有拍过一个影片，讲说什么皮包剩多少钱啊，然后可以带妈妈去吃几餐啊。然后我前几部位就是拍一个10块钱挑战吃三餐，是不是？这种东西我想要来一点特别的温馨，就拿一个10块钱，我看我可以买到什么东西回家煮一餐给妈妈吃。所以一个10块打天下，我现在就去外面买菜啦。哇，今天阳光普照，如果上一次呢去马六甲有这样的天气就好了。这样的天气虽然是讲有太阳啦，天热我都不要下雨，看那时候直接泡汤。现在我也顺便来回复一下观众的问题，不是你们的问题，是你们问的问题啊。因为有些观众他们 IG 或者是 YouTube 有些留言都有问，为什么最近没有 Vlog ABC 也没有，就讲说 Daily Vlog 好了。其实我想再给你们讲一声抱歉啦，就是其实我的 Vlog ABC 也算是失败了的。那时候遇上电脑问题，上个礼拜也是电脑有问题，在哪去弄过，然后又有自己的工作做，所以你看变成上个礼拜出一次还是两次影片吧。所以接下来日子呢 Daily Vlog 是没有了， Vlog ABC 的话，这个是要看有没有东西可以借到，我就会跟你们一起玩这样子啊。不过我还是会很努力，每隔一两天会出一部影片给你们看。已经你们这样 support 我，我哪里可以不这样子拍给你们看呢，是不是啊？我想一下我要煮什么东西呢。其实我是有想到一个好的，因为那一个东西哦冒险呐、啊！我真的在家里，我不成，也不想不成了、啊。我很少煮来吃，所以我想，我要不要冒这个险去尝试煮这个嘞？想一下先啊！给我猜测时间，想一下啊，给我想一下，关了，给我想一下，喂，等一下。还有这个打包的榨菜饭，为什么会想要买呢？榨菜饭不是买了直接吃啦，是还有拿来煮啦，这可以煮什么？我先去买先啊。哎，我就买了两盒啊，不给你们知道，要卖点关子先。OK， 现在我要去买第二个材料，这个材料我看应该是。手机已连接。可以不要每次在人家讲话的时候面连接我爸给你拍谁啊拍谁，买多一个材料就可以了，就可以回家煮晚餐了。哦，我呢要煮一下几餐给妈妈吃也是不错的。我们这种野外煮食畜生，从不会煮到变到会煮了，肯定是要煮几餐给妈妈吃的嘛，对不对啊？现在我找一个那种店面，那种有卖菜的嘞，就买我第二个材料就搞定了。OK， 我用我最快的速度来买这个材料，我们现在别讲多，回家就煮我的晚餐了。Let's go！ 现在给你们看，我买这两盒呢，其实就只是一个白饭跟午餐肉。其实为什么我买这两样东西？因为我接下来我要煮的东西就是午餐肉蛋炒饭的啊。而午餐肉呢，只是煎了嘛，就省下这一个工，就直接打包午餐肉啊，懒惰懒惰一下。OK， 所以现在就开始煮我这个午餐肉蛋炒饭。哎，你们不要觉得很简单嘞，老实讲啊，在家里我自己煮啦，5次啦，4次都是失败了嘛，不是太淡呢，就是没味道。不过上一次我有一次煮是那味道蛮成功一下，所以我今天就想要来煮这一道来做一个晚餐啊。反正妈妈没有煮，给她休息，我就来煮一餐。来开始我的炸厨房吧。所以就先把这个午餐肉呢，我们先给它切成这样那种丁丁的形状，又是丁丁啊。不过今天只花费到来了，我已经差不多是买了这两盒饭5块，青葱3块，所以就用了整8块。其实现在的东西真的是很贵啊，什么东西都起。你们有人也是跟我一样喜欢吃午餐肉吗？就你去吃经济面啊、经济饭啊，都一定要有午餐肉的。不懂哎，我就特别喜欢吃的。还是青葱。其实煮的部分呢，我就不用一个个介绍了嘛。我记得上次煮一个一个讲，像教人煮东西这样。所以我就
啊，有什么话就讲什么话，那没有话就不要讲话了，不要给整天打字幕的工啊。你看到认真去采访的是多么的帅。现在就可以开始来起锅烧油了。顺便拿两粒鸡蛋出来，其实我今天还要再剪刀，我因为吃炒饭变荷包蛋哦，你是没有那个灵魂懂吗？再拿两粒，开始烧锅。有点紧张哎，妈的，这次炒饭不给吃又浪费哦。煮啊煮煮看啊，希望可以吃啊。我学那个抖音那个白饭过里头，来加点酱青，来，这样我们的主角午餐肉。他们讲炒饭呢，一定要放这个阿金摩罗多的这个味精哦。我这边放的时候是蛮不错啦，我们放一点就好了。等下头发拖到多大多大去。上次我有放这个，它的味道很香，葱头油。OK， 最后清葱。我觉得青葱蛮重要的，之前我有几次哦，煮没有放青葱哦，它都不香了嘛。翻炒一下可以上锅哦，就可以上菜了。放那饭哦，就变炸饭了，不是变炒饭了。我说啊，要像外面那种煮炒啦。哇，那番茄很香哎。OK， 起锅上菜。最后呢，不可缺少就是煎荷包蛋。哎呦，午餐肉炒饭，哇，不可以吃吗？来来来来来，午餐肉蛋炒饭来！哇，娘，你嗅到会香些吗？你先嗅看先，你觉得它的味道觉得如何先？很香啊！很香！你不要每次因为我是你儿子还讲香了嘞。不是，这次真的很香。他每次都是讲，这次都是真的很香。是很香啊！给来吃看一口好不好吃？有没有放盐的？放酱芹那些的？我问有没有味道哎？嗯，有啊，上次半夜煮的味道啊，这样好吃啊。嗯，好吃。是吧？很够味耶，放好下去哦，放蛮好料。放姜青、胡椒粉、那个味精，还有葱头油这四样吧。我觉得好像煮的比我妈的还好吃。四样煮，我实在没煮过。来吃啊吃啊，当自己家不要客气。你打分一下，十分，味道你觉得给几分？够味，真的，真的，讲实话，不要因为我录这老讲变化。不是，是真的，真的啊！不然我们每次讲你讲变化嘞。我没有讲变化，我哪香的嘞？啊，每次讲嘛，我哪香的？拜托你不要讲变化了啦。是啦。过来。阿哥，今天呢，10块钱可以煮一餐给妈妈吃，这个料理也算成功啊！满意吗？今天煮给你的晚餐？满意哦，好吃，好香又好吃哦，开胃很开胃。哇，你傻波儿子，那么真的假的？傻波是真的、啊。OK 啦，今天也没到这边了啦。喜欢的话，不要忘记订阅、按赞、分享，也不要忘记打开小铃铛。当当当当当当。哎，圣诞节到来，唱看，跟我们祝我们圣诞节快乐！哎，来，要祝你们圣诞节快乐！圣诞节快乐！来，当当当，来唱那圣诞歌，讲唱。叮当彪，叮当彪，是里面的歌吗？你是小孩子？对，那叮当，那是金钩彪，不叮当彪。我们小孩子已经是叮当彪了。妈，英文不会，不学人家唱。OK 啦，我们下个月再见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